享智慧，成就非凡。欢迎钱勇博士再次做客《非凡讲述》。钱勇博士您好。你好。啊，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您和您的团队在这个基因组科研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成就。那这一期节目的开头，能不能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基因组？好的，基因组疗法呢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基于我们新开源产品。基因组疗法的概念呢，就是要把我们人的这个正常的生命系统和亚健康疾病这些生命系统区分开，那通过新开源产品呢，加强我们人体正常的系统，把异常亚健康疾病或者感染的系统通过新开源产品把它们免疫清除掉，那就人就完全恢复健康，是这么一个概念。可以，我们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像熊先生他有乙肝引起的肝硬化发展成肝癌，用我们产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光消灭了可能扩散转移的癌细胞，还消灭了乙肝病毒，这些都是目前医疗不能做到的。那我们可以请熊先生介绍一下他使用的经历。熊先生您好，能不能跟我们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分享一下这个钱博士的团队以及他的这个新抗原产品是怎么样帮助到您的？好的，我叫熊楚伟，来自浙江杭州。今年呢6月份体检的时候，就是医生突然告知我说是早期肝细胞癌，就当时啊就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早期的肝细胞癌呢？我自己的话嘛也有点就是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后来也通过朋友介绍，说是那个钱勇博士他这个团队做一个叫就是关于你的就是定制新抗原，这个产品能帮你切除，就是你体内血液里面切除不了的癌细胞，它能通过这个就是你的肿瘤培养后能把你体内的癌细胞给杀死。那使用这个新抗原产品过后，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体内啊，就是没有像那种就是输完啊，就是人或者很吃力啊，或者没有精神啊，或者饮食不好啊，但这方面都没有的，就副作用很少。对，很少。而且这个抗原产品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觉得人的整个的精神一样了，就恢复很快。对，而且人这个力气啊也非常好，就所有的肝功能的一切的指标都是正常的。也恭喜您。钱勇博士，那我有一个疑问，除了这个癌症，咱们还能治愈其他的疾病吗？刚才从熊先生身上看到这个乙肝，有的人就只有乙肝，用新抗原产品也可以把乙肝从他身体内清除。好，那钱勇博士，您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基因组疗法，您刚才也说适用所有人，但是每个人的情况又不一样，所以我们针对这种不一样的情况，为每个人定制收入他自己的产品，所以可以100%针对他自己的基因组变异，这样可以加强或者升级他的正常的生命系统。就是结合每个人自身不同的情况，因为对对对，用不一样。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是产品是因人而异，所以这样呢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健康的问题。所以人自身的免疫系统去对对对对，因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免疫力可以量化。所以这个新抗原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下面可以通过贺女士这个使用我们产品的例子来说明，请贺女士进行一下分享。好，贺女士您好，那您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基因组疗法在接触钱博士过后给您带来的感受和体会。好的，我是来自江苏南通的，我是2011年10月份
发现自己在我们县城医院发现肝上有三个转移瘤。我老公的朋友介绍说有一位青阳博士研制了一种新抗原产品，可以帮助癌症的治疗，然后穿刺取样。经过两个疗程的新抗原产品使用以后，三个肿瘤都不见了。你在这个治疗之间，该吃的吃，该做的一般的家务活可以干的。哦，就是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不会的，很正常的。我也要感谢秦博士的团队，为我定制新抗原产品，使我受益匪浅。那刚才听了霍女士和熊先生的分享过后，我也很感动，看见他们这种啊对抗病魔，然后再加上咱们这个新抗原的技术，马上就恢复到了正常人的身体。那您看到这些患者啊恢复正常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非常的激动啊，但是也是觉得我们要把这些成果进一步普及，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都能够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好的，看了本期节目，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了解了这个基因组疗法，也很感谢钱勇博士再次做客我们的非凡讲述，也希望更多的人因此而受益，分享智慧，成就非凡。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